3月15日，汤姆·汉克斯再次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文，他表示感谢帮助我的人，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与他人，同时还抛出澳洲的国宝食品维吉麦酱。11日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称，和妻子丽塔·威尔逊在澳大利亚拍摄新片时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。汉克斯表示会进行观察隔离，并及时更新情况，也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。